看，这是旧金山的九曲花街，这是我第二次来这个地方，第一次来应该是1年多之前，当时来的时候，这里没有花，就是都是绿色的这个植物啊，看不到花。你看，这是路边的这个壁画，这个景色还是挺熟悉的。它的坡道应该是能够有好几层楼那么高。这个鸽子横过马路，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走人行道线。今年好像是有花，所以呢特意到这儿再来看一下吧，故地重游啊。这边的电线杆儿，我倒觉得电线在地上也挺好的，在地面上挺好的，这样可以避免，发生一些洪涝灾害的时候，水泡的地下的电线会导致触电啊，对吧？因为国内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如果这个水特别大，那么路灯杆是带电的，因为它的电线在地下嘛，对吧？水一泡，它会连电，并且国内电压一般都是220伏的，美国这边电压，它也许是美国这边经济还是科技方面的力量比较强，它把电压降到了110，好像是。所以说，在美国这边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触电事故，也就是说，美国这边的电，民用电，应该是电不死人的吧？我的感觉。啊，因此有的时候，城市建设不一定追求好看，要追求实用吧，对吧？你看美国这边的电线杆特别寒酸，这个木头电线杆上面还套一个筒子，套着一个筒子，那个木头电线杆上边挂着横竖纵横的各种东西啊，也行吧，这样比较好修，对吧？你看这个电杆啊，各种啊，就是很不好看，但是应该是比较好修理啊。这边橡皮树，这个叶和花瓣都已经掉了，现在是爬坡，前边的坡应该是更陡峭。我从这边走吧，这边，可以拍一个远景吧，有点交通违规，不过也好，它这是双黄线，应该对面的车不会过来吧？又到了九曲花街喽，这边我记得那年来的时候，两边的房子有的写着"此房出租"，啊，不是，"此房出售"。他是卖房，估计他也是受这些游客的纷扰吧。这边也是上坡，这边是邮递员的这个小车，对吧？邮递员的小车扔在那儿，邮递员去哪儿了？这边的坡道真的太陡峭了，感觉像在爬山所以，有山的地方也算是，对吧？旅游区就多吧。如果没有山，没有水，就很难形成旅游区。SFFD access, San Francisco Fire Department access, keep clear. 旧金山火部通路保持远离。Don't block, 不要堵塞。这边是消防车吧？这个 FDC 代表什么？上边你看是游客从上面下来了吧？不知道是游客还是居民了，不知道了。这边离海也很近了。旧金山在加州这边地震比较多，也是因为它这个所处的地质带啊比较活跃的这个板块吧，所谓的太平洋板块。你看这边住户的车是这样停，对吧？它跟其他街道的车停的不一样，其他街道车是上下停，对吧？它是打横这样停，它也是坡度太大，估计上下这么停的，顺着轮子走，这个会溜坡，对吧？所以这种景观，
这样的景象也是很少见的，对吧？你看这个车这样停，对吧？就是跟马路牙子是垂直的，一般的都是平行嘛，这边是垂直的，这个地儿有很难得有平地儿吧？这个写的是 SFWD Water Department， 水部 Water 啊，自来水公司的这个表啊，底下的这个表。 这边的车库木头门啊，这种仿古的木头门挺好，啊，对吧？你看这个车，然后对面是个小山，小土山，这个土山周围也盖了墙来挡着这个土，像泥石流一样的掉下来。看他这个车，也是小心翼翼的往下开。 踩着刹车往下开，肯定是。爬山，爬山。这个坡道真是太陡峭了，往上走。你看这边的车，在小心翼翼的往后倒车，就是要求。哦，这个车怎么这么停啊？有点危险。 这边的地面都是用的这个，就是沟啊，这样来增大摩擦力吧，要不然都滑下来了。今年来的还挺好啊，繁花似锦啊，这是花啊。哇，今年不错，那年来的时候好像一朵花也没有，今年你看花挺多。这边九曲花街。 也是旧金山的一个旅游景点啊，不错不错，今年看着花了挺好。然后那边就是海啊，一会儿可以到海边看一下。那个海边不知道以前自己是不是去过，啊，好漂亮，这边挺漂亮。它这个车可以往上走吗？不能往上走。 只能往下走，看这边。哇，这花真漂亮！哇塞，真漂亮，真的很漂亮！哇，好好，好好啊，好好啊！啊，哇塞，挺好挺好，今年看到花了，挺好，今年看到了。 今年看到花了，挺好。嗯，这样的，边上的这个小路，还写着 "Stay 6 feet apart"， 保持6英尺远离啊。现在外围看一下，人们戴着口罩，从这下来啊，觉得挺好。不错不错不错，挺好挺好。这是九曲花街周围的景象，从这边，现在是从北往南去攀登。 咱们看一下，有些人在这照相啊。今年的花还挺大的，你看有这种大的这个白花，还有粉色的花。这个花好像并不是最好的季节，花瓣有点稍稍的小的枯萎啊，就不是开的最新鲜的时候。这边的车再往下开的时候呢，都是必须踩着刹车。 九曲花街应该是有9个弯曲吧？你看这边的车，再往下开的时候都是特别的小心翼翼。看这边的，一点点的往下开。估计走这条路的司机都是到这边来游览吧。现在这时候还不错，还真的有不少花，还挺好的。这个是保时捷，看车标。看，然后在花街的北端。 这个方向是北吧？应该是北啊，有一些人在照相啊，这样。这个车上面写着马德里啊 ，Madrid 是吧？是马德里吧？啊，这边九曲花街对吧？这是它的北端。往远处看呢，肉眼能够看到远处的一小小块的这个海面，能看到了啊。看，又有一辆车下来了，往下走呢。 这应该都是一些游客啊，应该是。这边的花好像都是同一个品种。
看这边，都是这种大团的花，有粉的，还有红的。我那年来的时候，一朵花都没有，竟然一朵花都没有。这边都是居民区，然后这是花墙。这个车怎么停在这儿了？难道这儿有停车位吗？哇，看这个花好看，是吧？长得像瀑布一样，把它的整个楼房都盖满了。这边九曲花街，这个是带刺儿的花，是带刺儿吧？好像是有刺儿，看，带刺儿的，这个尖尖的刺儿。这个花还挺鲜艳，这个花。这边是住宅吧，Nina Style，Nina 风格。这是住宅的销售，是房地产中介挂的牌儿。这个花红的，然后是这个树。哇，这个花瓣儿，对，我上次视频说那个是应该是落红，不是无情物，便作春泥更护花，对吧？落下的花瓣并不是没有情感的东西，化作春泥更护花，它枯萎了、腐烂了之后变成肥料，更加对花有好处。Lombard 这个 Lombard 的街道的名称 Latitude 和 Condominium，这不认识。Latitude 是经度、纬度，经度是 Longitude，对吧？好多词都不认识了。这边是林肯停的林肯车，居民区的这个车库嘛，这是。为什么它这个花的品种都好像？这个很香。我在这儿能闻这股香味儿啊，说小花特别香，大花反而不是太香，因为小花用它这个香气来弥补它这个花比较小的这个缺憾，对不对？看，现在是一个山顶了，差不多。不错，今年看到花了。如果爬到顶呢，那个位置会有好多人照相，我记得那天来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矮墙，这个花，看多大，看我的拳头，这个花比我的拳头大多了，看，对吧？一个拳头，两个拳头，三个拳头，四个拳头，相当于四个拳头大的花，人叫大，人叫大。这个车沃尔沃，在这儿慢慢的往下，缓缓的往下开呢。这边小的白花，摩托车也从这边过啊，到这体验一下。哪天骑单车从山往下溜一下，这个是灯笼花，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家里种过灯笼花，跟国内是一样的啊。它这个花吊着开就像挂的灯笼一样，看，对吧？这样的跟国内是一模一样的，花骨朵真多，花骨朵，灯笼花这么多灯笼，挂的小灯笼，这个是白色的，这个花也不小啊，这个花看跟拳头一比一下，也差不多，比拳钉子两个拳头大吧，差不多。这边的车，这个在这坐着敞篷的车在这照相呢，拍照呢，一边顺着这个花街往前走，一边在拍照片，或者在拍，看他把手举出来，拿着手机在这拍摄呢，在汽车的前窗上面拍呢。这边都是居民区吧？这边是这种小花，小的藕荷色的花，它这个街道只能是从上往下走，不能逆向的，不能往上爬，对不？马上前边就是到头了啊，到这个花街的头了。
竟然没人，我记得那年来的时候，这边好多人，现在也是这个病毒闹的，大家都不出来了，就是附近的一些居民在这遛狗啊，超过3吨不让开， buses and vans 公共汽车和大篷车，8座以上被禁止，就是8座以上的车不让进。 然后这个标志的是弯弯曲曲的这个意思啊，应该是没有车过了吧？那我从这走着拍一下，这就是九曲花街的入口，从这边，对吧？看，往下走。我记着去年来的时候，这边好多年轻人在这拍照。 Welcome to Lombard Street and Gardens. 欢迎到 Lombard 街和花园。 Please respect residents and private property. 请尊重居民和私人财产。Be courteous to others on the street and stairways. 有礼貌地对其他人在街道上和楼梯上。Please do not litter and keep noise down. 请不要乱扔东西并且保持声音降低。For your safety, keep off roadway and planted areas. 为了你的安全，请远离行驶的道路区域，并且 种植的区域。Do not leave valuables in your car. 不要放贵重物品在你的车里。蝴蝶，你好，蝴蝶，小蝴蝶，好久没有看到蝴蝶了。好久没有看到蝴蝶了，啊，对吧？这边还挺好啊，有花，就是蝴蝶，还不错，对吧？今年看到花了，但是这个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看，并不是那种。 很惊艳的感觉，没有惊艳的感觉。这个车是8座以上的吧？这个违规了，应该是。Look， 你看他这个车标，画了2个眼睛 ，Look 是看的意思，想左向右看啊，意思过马路的时候要想左右看啊，避免说突然车过了撞到，因为这是个大的下坡嘛。这就是九曲花街喽，啊，好啦，再见了，拜拜，拜拜，再见，拜拜，拜拜，再见。 这个小车，你看它往下走，看，呲喽一下就下去了。这是游客啊，这是小黄车，小的摩托车，嗯，这边也挺有意思。